你们的台会不会卡住？卡住！稳住！有吗？什么东西卡住？我有看那个上传的那个变得很奇怪。不过我重开实况就好了，这样。嗯，这面墙是怎样？这个也算了。可以的。1877。有点好麻烦，角色会往下掉，太危险了。所以啦，哦，终于啊，舒服舒服。天沟啊，等下再洗好了，来洗这里。
地方有顽强污垢。哇，好爽好爽。キモジ，哇，这个跟一开始比起来真的差很多呢。你是很会洗呢。啊，先洗楼上好了，上不去，先洗这个屋顶。这个天沟，洗完天沟要绕过去。按三收起武器，可以移动的更快。房子屋顶是一个浩大工程。烟囱帽，对，烟囱帽竟然是其中一个要清洁的物体。用命来洗烟囱。
完了，那一边洗不到。嚯！嚯！高超技巧，哎，洗好了，分成两边啦吼。呜，干十点了，我洗了，我洗多久啦？我刚从开，我已经忘记我现在洗多久，几点开的。不过算了，其实也快洗完了，我觉得在半小时左右就洗完了。哦，这间真的很难洗耶，都是个栏杆害的，还有那些霉菌，洗半天。下面还有一个栏杆，洗完要干嘛吗？顶多聊个天就休息了吧。最近其实开台，哦，开台有点太频繁了，有点累了。也不是太频繁，一开都是好几个小时，十几个小时。昨天好像十小，还没有准备没开。前天好像十小，啊，前天好像十二小。开太久，哎呦，不知道要干嘛，一直摸啊摸，摸啊摸，只有累而已。我想说今天还有飞鸿杰系的体验版可以玩，啊靠杯，插 box， 我没插 box 啊。所以这个许王应该就不会继续洗，明天可以洗啊，明后天六日我觉得反而比较适合开。但现在大家大部分待在家就没差了。那个杀时间很好用，杀时间，纳鲁托。
门廊，下面那个叫门廊。哦，我这样喷呢，喷爽的，没有任何效果。瞎鸡巴乱洗，没什么差别，也不会跳比较快。毛骨悚然的符号，对啦，屋顶终于也清洁溜溜。啊，干嘞，掉下来了。车辆左转弯。目视跳。哎呦，差10块，减10块啦。请注意倒抽。嗯，这个风沾板差一点点。
对啦。哎，2000嘞！赶快来买我的重型！哎呦！美景3000，哇，没配件。哎呦！哇，超高压喷水。那有没有强啊？好像有，好像没有。好像有，好像有。哎呦，我靠！哎呦，我靠！哎呦！好大，好干净啊！好像也没有很干净。嘛是做泰哥，啊，这哪洗不清气？有一些顽强污垢还是要换那个啦，要换强力。可恶的顽强污垢！可是这个洗那个霉菌应该就轻松一点。哦呦，可以很快速这样来回摆动哦，很晕哦，很晕哦，哦，哦呦，很晕很晕。把门廊洗一洗，哦，你看这个洗门廊的速度，瞎鸡巴给他糊。连化老二都变快了，哦，连老二都特别大，而且他那个喷力实在太强了，终于看起来像是水了，那个喷射的那个样子。哎呦，干净如新呐！太爽了，太爽了！哎，现在要洗哪里？洗这个最鸡巴的栏杆好了。哇，连这个鸡巴栏杆洗起来都变快啦！霉菌再也不是对手。哦，有了有了，游戏体验全部都来了。什么机？哦哦，暗影叮两声，哦，你看这个顽强的栏杆，哎呦喂，天哪，太干净了吧。
再换一边。我说上面的霉菌本来要死到吐血，现在是他给我喷到吐出来啊！栏杆剩下一点点在哪里？请问你在洗什么的台语是不是你洗咧东三小？洗咧干，有了有了，哦，好爽！哎呦！左右两边都干干净净啊，天哪！啊！大平台。完全洗净，不留残污。哦，这砖墙洗好了。就是快速的左右反复横跳。超干净，我觉得我可以再用更大的了。哦，太舒服了！哎呦，哇，剩下这个烂屌墙。终于要休息结束了。干，这个上面有霉菌，霉菌的都要吸比较久。先无差别瞎鸡巴喷，好，重点整理。迪奥清洁公司格言：洗了卡丘语。哈哈洗了卡丘印，哎呀，剩下这个烂屌门。
啊、哦，嘿，一趴，又是哪个懒觉没有给我洗干净？牧师，牧师是哪里呀、啊？边边叫墓室哦，这里这里，哎呀，就你这个懒觉在那边，洗完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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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成。他终于安息了，清洗鞋屋，清洗滑板公园900，他现在都只有一星呢，专业型，专业型不给我弄东西，设备。看一下喷嘴，最大压力的同时增加清洁面积。U2 水枪增压喷嘴，都市 X。哦，都市 X 好像是中型的。都市 X U2， 我要买美景3000，美景3000喷压嘴要120。旋转的零度喷嘴，在保持最大压力的同时，增加了有效范围。啊，不就那个懒觉用处？喷头型，喷水的距离，什么喷头型？那是有差。长喷头型哦。其实我不知道买这些东西到底可以干嘛。太贵了，我觉得可能要先买这个长喷头型400。好，没差。我买毛巾。来看一下这个鞋屋。哇，真的是鞋屋哎、欸。它也是很大呢，感觉是不难的、啊，感觉。没有，人家好像很硬，它上面都青苔，我要把青苔洗掉。呵呵。不过没什么力气了，下次洗，下次洗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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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哎呦，好累哦！天哪！我真的开2小时，我真的花了2小时把那个独栋清洁，怎么独栋别墅洗完，太好笑了吧？虚度光阴度的也太明显要不要把欧富宝念一念？好啊。スーパーチェットタイム。哦，很多呢！天哪，那个欧富宝现在这样子太糟糕了。太糟糕了！
我靠！非常非常多啊，哥哥。好，我们一个一个念啊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我看一下，十小时前，小狗萌达达，然后黑耶 girl 存了好久，今天生日依然要上班，九小时前，我现在才看到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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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初心安吉贝雷，家里有事，恭喜各位生日快乐！现在才看到，太神了！我们来 Super Chatto Time， 我看奇异果说这是奇雨模拟器，洗完就下雨，这也是九小时前的东西了。我就在等 SC 环节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大一块黑黑的？海笑笑说唱歌哦，这个那个时候有，我看过的就没有。五怕怕说饮料钱，还有什么？鲁帕帕说：“那个喷头不是可以转90度吗 ？”RDRCD 知名实况主在别人家后院大爆射画面流出 ，RDRS， 鲁帕帕给很多呢。D58974说：“房间锁坏了，出不去，上不了班。房东说修理的人因为疫情没办法很快到，还好叔叔有开台给你钱。”种子男说：“原来你是快银，我想讲什么？”老卷毛说：“比威猛先生更猛的卢某先生，把你家花园洗成游泳池，越野车洗成脚踏车，一定把你家洗烂。”R D R C H I。豆子说：“水库要没水，洗车不算什么，我们的餐哥在洗房子。”老卷毛说：“乍看还算干净，其实脏的要命，就和聊天室的内心一样。”矮可可说：“我婆庆英生病了，大家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她。”拉哈布雷亚说：“生命之色涡流旋转，七重之门陷于世间，力量之塔君临九天。”奥提玛，不知道他想讲什么，没有很懂。那个吹说芥末海苔好吃，给你钱。先辈说测试，欧卫说测试看看好了没，欧富宝宝说不敢，这个应该是下午的时候的事情了。好，我看一下。GNPS 拉斯个例子说卡鲁哈，拉哈布雷亚说生命之色涡流村，他又再抖了一次，可是还是失败了。欧卫说这个滑梯后面就跟我的 Go 一样。Alien 80130说 C6H6 等于CU 加 AS， 他大概是想要讲本是同根生吧。白修说叫龙猫，猫说喵喵喵喵喵，麻薯猫，干，这是我工商时候的内容吧，有够酷的。先辈说谢昌哥，我已经下载来玩了。7414说爽啊，搓啊，爽啊，搓啊。窝扑赶了说聊天室也是放着就会给你钱，聊天室算是一种麻薯猫，我们一样可爱耶，这个可以用定义九宫格啦，
看有没有要做出来。牛顿说：“怎么水射在墙上都不会流下来？”六零说：“好想帮你叫一台消防车，让你爱怎么射就怎么射。”先辈说：“干嘞，以为是鹅在飞，定睛一看，发现是蟑螂。鲁叔叔救我，是在两小时前的事。”鲁文文创说：“参哥，下礼拜魔物猎人生放，你有期待的魔物吗？”呱呱说：“上啊，鲁文文，快使用高压帮谱。”皮洛尼可斯说：“开始感觉到工作好苦，好想死了，对吧？”我叫塔尔说：“最近很缺资源，建议一把火烧了。”哦，最近很缺水资源。皮洛尼可斯说：“我刚刚欧付宝没跳通知，好想死。”CH12125 说：“如果医生拿的是你手上这把，我猜医生的故事就不会结束了吧。”新北方唐进说：“我又进来了，我又出来了，我又进来了，我又出来了，打我啊，笨蛋！”光之战士说 ：“FF14 新预告片超嗨的啦，谢谢大家。”老卷毛说：“参哥用水枪清霉菌，船长用霰弹杀霉菌，参哥跟船长贴贴啊嘿。”藏污纳垢说：“跟参哥报告一下，入手极恶之后，看到白金条件有过血尿，不太想玩了，干你阿公。”可是极恶我有白金耶，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难。呦呦呦说：“请问这是屎喷乱涂后的现场吗？” Mr. 三万说：“ Steam 有礼物哦。”猫与白说：“妹妹说很想吃宵夜，就订了咸酥鸡来吃了，给你钱。”他的咸酥鸡还是悠闲的闲，图书的书，机器的机，咸酥鸡，听起来太屌了吧。GG54777 说：“喜内卡蚯蚓。”念完了，耶、yeah, ！SC 环节结束。啊！笑死我了！连船长都玩瑞气了，那个 IC 什么的还在拖，只会哭 RDRRCD。他说电脑跑不动了。但我看还是借口吧。嘿嘿，好了，以后准备关台前都要预留个半个小时来念这个。友善推广，现在天命奇遇95%，十九年。是哦，好屌、哦！国产神作，诚挚推荐，该有的都有。对、啊，很奇怪，要付宝时好时坏的。真的是必须要那个呢，真的是必须要特别开出来念。Super Chatto Time， 新建学，我是白熊，一次一夜七次哈恰马恰马梯子 II 旋转图集的贤仔 ，Mr. 三万三 ，Yoko 0726，傻傻野777 ，Solarin。莫雪雨来自地狱的米汉堡 ，QQQ 821214 ，Cold 秀 Cold 碎0308，风鬼阿土伯普利枯瘦 ，Cold 夜0306，八水斯文以桥 ，Carly retry uncross 45茂 ，Tolly 585 ，Show 痛0531，漏1917送你一杯咖啡 ，Rain 916。枪枪仙人小群猪阿皮羊是非犬圈苍蛹圣衣海之
可乐加牛奶七比三，阿萨摩里旺印小哥哥紫风胖神奈央香喷喷洋葱肉小哥哥南部鸽子，我难过的是，反正我很闲。思凯 ZXE8520 小鹿优凡蒂斯鲁帕帕90幻神是馄饨汤放假少年。蔚蓝新月迷日宅星星赤脚步行安达拉乌诺，好，念完了。加藤惠是我的女主角，我是白熊阿龙龙仔。感谢各位，都要记得有这个朗读环节，一边强迫自己把这个。阅读能力提升，一边让自己的咬文嚼字弄好，咬字清晰，洁白宜人。不只是欧富宝，在某不洗澡台测试之后，发现是谷歌的问题，有几率没办法念啊？是吗？可是欧富宝确实有几率没办法念，但是我这边有问题是连那个欧富宝的提示都没有啊，既不会弹出来，也不会念。破烂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何必问为什么？跑不动 Riva IC 很快了，但是不知道是 R18 还是7，你跑得动就跑没。你八代跟七代任意代破关都给过，有点落枕了。我看一下现在几点，10:30哦。哦，最晚到那个啦，11点，最晚11点关，真的是蛮累的了。今天因为开了蛮久的。IC 破了 ，IE 是不是可以大声说我超越参哥了？是是是是是是，他敢讲，我敢听。等于等于呀、啊，是是是是。还有，有点大声。刷护士跟刚刚那个喷水哪个比较浪费人生？我觉得都可以啊。如果我觉得快乐的话，喷水蛮快乐，护士就有刷到好护士的那个瞬间会快乐。你要享受那个过程，我连姿势都摆好了。